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？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？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，朝来朝往世界多变迁，迎接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孤独的生活很需要时间，只要肯期待，希望不会幻灭。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？